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系我阿当华，今日又系我带大家去到大埔区去参观信本。我今日带大家去到大埔中心同太和中间嘅一座大厦参观，越发大厦。越发大厦邻近太和火车站，行过去大约8分钟嘅路程。车站连接太和商场、餐厅、购物同埋街市都一应俱全。越发大厦位于喺大埔有美食街之称嘅直街，楼下有超多嘅餐厅。无论你想拣咩菜式，喺呢度都可以选择得到。越发大厦1988年入伙，已经做咗大维修，提供两房即要三房嘅单位。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系一个603尺嘅单位，开门入嚟就系一个长方形嘅客厅，虽然面积唔大，但都足够地方可以做到客饭厅分明嘅摆位。呢间系面积较大嘅主人房。间隔比较四方，而且有很多玻璃窗，光线十分之充足。望翻出去都是太和区的市景。呢间细睡房两边都有玻璃窗，可以做到空气的对流。如果摆咗双人床和衣柜，依然仲有空间。而在单位入面最接近客厅的房间，业主现在将一间房一分为二，变成四房的间隔，令到如果需要有工人姐姐的家庭，姐姐都可以有独立的空间。厨房入面 L 型的厨柜装有嵌入式的厨具，設備非常之乾淨企理，亦有足夠的儲存空間可以安放廚房的用品。洗手間入面而家是玻璃浴瓶企乾設計，設有玻璃窗，亦都設有鏡櫃和玻璃櫃可以安放雜物。這個單位同時放租和放賣的，如果大家對單位、屋苑或者大埔區其他樓盤有興趣的話，歡迎攞翻我，多謝各位。